位于台南市中西区青年路上的府城隍庙，为着要庆祝福德正神，也就是八公仔的生日，庙方今年准备了顺运的元宝，要给信徒来抽奖。只要伫咧二月二十号正前，伫咧庙内点财运灯的香客，就当参悟。顺元宝嘛，将会伫福德正神的生日当天来抽出。即阵福德正神，也就是八公仔，手拿着元宝，面貌非常的慈祥，另外一种是徛，手也是拿着元宝。这是为伫福城王的七殿所供奉的八公仔，因为这个因果，今年庙方特别打造二十五岁顺应元宝，要有信徒抽奖，只要伫二月二十号进前来庙零点在云顶的香客，就会当参与顺应元宝，将伫八公仔生日当天抽出。知道这个元宝的想法吼，就是咱有看到这个咱八公仔吼造型吼，一手提元宝啦吼。啊，阮委员会吼，就有一个概念吼，想啊，即、這个想来做一个金元宝吼，来互即个信众欢喜者。啊，佮伫即个新正年头吼，会当互会着抽着奖的人吼，有增加一个热闹的气氛啊。金元宝吼，一百公克的有五粒，啊，二十五公克的有二十粒吼，啊，要来想互即个信众吼参加咱。点在稳定的吼、哦、来做抽奖。伫明朝第阴历二十三年，西元一六六九年所建立的福城隍庙是国定古迹，当时庙名是承天府城隍庙，也是台湾上早的关键城隍庙。庙内有一个念南庙匾啊，是台南三大名匾之一。大门顶面也挂了一个大算盘，相当的特别。这处庙方庆祝八公的生日。准备顺应元宝，和信众抽奖，希望信众抽到元宝，规单拢会当带来好运。记者苏云河中西区采访报道。